哟，欢迎来到 DBS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看意大利公车如何在上学的路途中教大家做人，直接进城大杀四方。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。
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，那我们是 DBS，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。